最真实滴血。憨憨可以对着镜头左手比赞吗？布拉德特罗尔。左手？你是说像布拉德托这样子吗？真相就在死亡之中。让痛苦跟我对话。守住大门，跟我冲！血流遍地。其实抽到这张还挺衰的，用牌组里面法术爆少。这张倒是不错，搞不好应该先下这张。他任务是完全没接，是不是？对。这种痛苦，跟我冲！还要持续，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离开我！而且我们其实起手已经抽到一些那个不是手下的东西，像这把刀子跟这个。离开我！哦，老天爷啊，这两个抽。我们可能不要为这张啊，救救我，跟我冲，救救我，这里他一定要作死吗？其实这百位不对，这百位其实不对，因为他如果变身这个的话，会大量的惩罚我们。我们应该把这个摆在右边、左边的。O H 米拉克尔，一年了，可以换头像喽。所以这个先干脸。这应该放到博物馆。有点不开心，有点儿不开心。这样打对不对？我都不知道。哦，他要解完了啊！这种痛苦，这我动不了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还要守住大门多久？我们这个撞进来好了。其实现在还打得赢呢。那哈林适应有一点不好啊。特殊的护甲，又亮又直过。他感觉就完全不敢上刀。哦，上刀了！他已经缴一张斩杀了吗？我等不及了。这样刚好九滴吗？
尝尝我的刀。大概不应该出哦，我们好像赢嘞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太神奇啦，杰克。有没有？还是有机会可以赢的。法术石哦，法术石。我的刀刃可求鲜血。哦，真的出手下，感谢你。应该是没关系了。注意，爱注意，我的刀刃可求鲜血。生命的循环终结了。有，
格的敌人。啊，没有防到这个。GG，竟然是偷啃，搞了老半天，原来是偷啃。干嘞！注意听！守住大门，跟我冲！这种痛苦还要持续这么久，还要持续这么久。他有凯雷，所以他没有火战呢。嗯。我不知道他 AOE 是火山爆发还是闪电风暴。让痛苦跟我对话。为了大仇，真相就在死亡之中。这里比较麻烦的是，我可能要握着这一把握到第八轮。两个闪电哦。可是为了曲线，我们好像还是应该要打他。可是不能做这个 play 之类的。我等不回之谁也横朝我的刀刃。可是他手上还有另一张，他没有武器吗？正直哦，没有东西哦，那么么么，冷战。好险凯雷有来，